好，旁边的这六个按钮完成。哦，那怎么做呢？第一步啦，哦，当然我们就是把它直接输出，啊，一个清除。所以这两个按钮，我想应该蛮容易的哈。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就是什么，先在那个开发人员里面一样嘛哈。所以我将来建议啊，如果你要写 VBA 的话，也许你可以先画个草图吧。反正呢，就是类似像这样，你要几个按钮，然后上面名称先定义好。 然后你就开始写 sub 就好了，有没有？就这样子啊，反正就按照你需求，然后去逐步逐步的做出来。我觉得应该也不复杂，所以尽可能的哈，写程式不要把程式越写越复杂，把流程越弄越复杂。像我的习惯哦，能够越简单越好，反正就固定这几个步骤。所以你会发现，我现在讲来讲去写 VBA， 我就跟各位讲用 sub， 要不然就多一个function。但是function你会发现用比较少。 所以我点到，但是教的比较少 ，OK 啊，基本上都是 sub， 为什么？因为按钮其实最方便，哦，最实用。那也就是说呢，哈，反正你那个滑鼠键盘能做那些动作啦 ，VBA 全部通通都可以帮你完成。因为其实 VBA 本身就是做一些跑个回圈帮你做一样的事情嘛，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一样嘛，有没有刚刚？ 那个黑名单筛选，其实做的事情是结果一模一样，一个是你可以用录制巨集，当然也是记录那个滑鼠键盘的动作啊，一个是你是透过 VBA 知道哪个方法可以完成那个事情写出来 ，OK 啊，但是哈、哦，录制巨集相对简单一些，后面刚刚那个东西你就要必须想怎么写比较简单 ，OK 哦啊那个东西当然就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啦 ，OK 哦啊所以总要有人去想怎么写。 不然的话，你看坊间书籍哈，即便写一样的东西啊，也一定不会写这么简单。哦，我已经写的够简单了，你们可以去查他坊间书籍写的，你可能看了之后你会发现，哇，怎么可以写这么简单？为什么吴老师可以写这么简单？那你为什么可以写这么复杂？哦 ，OK， 我一直在想，哦，尤其日本人写的那个 VBA 书籍，哦，写的有够复杂的，但你也不能说他错。 哦，因为它本来就是正规的这种写法，按部就班，有没有？先怎么样？先宣告一个物件，啊、哦，比如先宣告一个范围是一个物件，然后再用利用那个物件来做后续的事情，可不可以？也可以啊。然后还要传参数，要加参数名称，那只是因为那些不加也没关系，所以我都把它踢掉，留下了最简单的那个部分。哦，好。 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哦、这个怎么做？这个怎么做？哎，有没有？首先第一个，一样的话呢，我们先到 Visual Basic， 然后呢，我们先在这边怎么样？先插入一个模组，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名称的对照，我们就对照到这个专案 VBA Project 后面有一个名称嘛，就记得不要放错位置。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哦，哈，我们就插入一个模组。 那模组名称的话，特别注意哦。我们第一个按钮是叫乐透彩好了，所以呢，我们就在这边怎么样？也许这底下哈，假设都没有，那清除我也先不加了。我们可以怎么样？先加上一个 sub， 好，然后呢，打上那个乐透彩，按 enter 就好了。那再来的话呢，哈，写其实蛮简单的，就 for i 等于2到40。 我先把它复原好了 ，OK 哈，因为这蛮简单的，我就不重写了。那首先的话就 for i 等于2到43，然后 next 有没有？啊，里面的话呢，分别有 B 栏、有 C 栏、有 D 栏、有 E 栏，有没有？总共4栏。那所以呢，我就怎么样？我就先做一个啦。也许啊，你们如果先怎么样，先像双引号，然后就把它复制贴，总共4个 B、C、D、E 改一下。那后面的话呢，再把什么？ 把那个公式有没有？其实啊，如果你用定义名称的话，那其实直接怎么样？直接可以把刚刚做的结果复制贴过来，这样子就 OK 了，一个字都不用改。然后把它执行，你会发现哦，就全部 OK 了。不过前提一定是要用定义名称的，好、哦，如果没有定义名称的话，那你就要改。好、哦、啊，怎么知道要不要改了？其实就点一下这个，再点下一个。如果它的公式一模一样。 那就无需改，但如果刚刚号码哦，你是用 A2的话，像这个，如果你号码，像刚刚我们的公式是把号码这个用 A2 来做的话，有没有？那你变你向下点一下，哎 ，A2 变 A3，
A3 变 A4， 有没有？那这个时候就要把那个变数啊，把它换一下。嗯，不过看怎么写啦，其实反正写的习惯就 OK 啊。如果你觉得说啊，那老师你那个弄号码我不太习惯，我可不可以这个不改？也没关系啊，你习惯的方法都可以。哦，这个导也没有说强制你一定要写啊，你不要千万不要陷入那种以前那个考试一定要有标准答案的那个迷思当中，哦，就是没有标准答案，反正呢哈、哦，你写得出来就好了，哦，啊也不要照抄了，哦，所以回去的话最好怎么样，把这个自己再重写过一遍，哦，这才是学会哦，所以你如果你还在用复制贴上的同学哈、哦，请利用下个礼拜。请你把前面的程式，把它怎么样？把它 Ctrl+A，Ctrl+Delete 掉，哦，请你呢，把它重新再写过了，这才是真的学会了。不然我说真的，以后你要拿来，你要写 VBA， 真的还是蛮困难的。最难的地方就是你要把它写出来，哦啊，要能够写出来，第一个你要用理解的，不要死背，然后基本架构都有，哦，写习惯之后你会发现都固定的嘛，有没有？一定是一个 sub 开头，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写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啊，我写来写去应该没有太复杂的动作吧，只是说该记的还是要记，好像 for next 里面的后面的东西啊，恐怕要稍微啊，如果实在还记不起来，没关系，你可以瞄一下云端白板上面的东西啊。那清楚的话呢，我们几个方法，你可以怎么把这个程式贴到这边来，好，然后呢，后面通通把它改成什么？改成空字串的，这样子是方法一。哎，把它改个编辑，其实有个编辑工具有没有？这个可以把它移除，这个可以把它加注解。哦，那这个方式的话就是所谓的清除。但是清除你会发现哦，这个清除啊，跟底下的这个清除啊，最大的差异是上面的清除是一个一个的清除，啊、哦。如果资料多的话会比较慢，那下面这个方法的话哈，我把它先这个再注解掉，注解，那这个把它恢复，哦，那这个方法是说我要整个把它清除，整个清除的话，就这个范围哦，从哪里呢？从 B2 到 E43， 点 clear contents 就可以了，哦，好处哦，我们试一下，其实哦，差异应该很小，因为目前资料还算蛮少的，它有没有？就会比较不会像刚刚这样，会一格一格一格的。那其实什么时候会很看得比较清楚，就是你资料很多，因为之前蛮多同学资料很多，他结果最后跑到已经慢动作了，哦，哎，都可以看到，哇，越来越慢，越来越慢。那这个时候呢，你真的就有必要什么，把它改成用什么 range 物件，先告诉他范围，后面再加一个 clear contents， 哦，这样就 OK 了，哦。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呢，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写一个什么格式化。那这个格式化底线 VBA 哈、哦，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哎，帮我把排名是小于等于7的话，帮我把这个底色改成黄色。程式的话，基本上哦，应该只有5行，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什么呢？哎，第二列到第四。43列哈 ，Enter 两下打个那两行，然后里面的话按 Tab if 什么呢 ？Sales 的 I 列的依然小于等于7的话，空一格 Then， 那 Enter 两下再打 Enter if 没有两行，做什么呢？把它的同一列，就是 Sales 的 I 列的 A 栏，啊，它的什么呢？点 Interior 的 Color 等于什么呢 ？RGB 嘛，黄色应该还记得吧？就255红配绿25250，程式都写出来了，应该有印象吧？哦 ，OK， 其实真的啦，如果你可以这样很顺的，哎，一边想一边打，说真的，你工作就是把这些全部都串在一起嘛，全部都做完了，对我跟你讲，你会多非常多时间呐、啊，你真的，一早上，哎，奇怪，今天怎么？感觉太快了，怎么事情都没有了。然后，如果你反正也没有老板没有指派新工作，那你真的就没什么事情了。哦 ，OK， 不过你会觉得很无聊啦，其实剩下就很多的时间。哦，那现在要做什么？不过你可以自由调配啊。哦，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吧，有些人
继续练，哇，练得很厉害，把那整个全部工作全部通通把自己的 VBA 能力已经练到某一个境界了。哦，那这样其实就可以思考下一个阶段了。你会觉得这个工作已经没办法满足你的专业度了，怎么办？没关系，你可以再想吧，总会有新的机会吧。OK 哈，或者未来也可能有一些新的部门，有没有？因为慢慢你会思考来，老板一定不会那么轻易的让每个人都那么好过的，一定怎么样？你哎，有些人会，那全部人都要会，哦，啊、再来的话就把那个会的全部集中在一起，那不会的人就可能看怎么处置了，应该也不会给你好过了。OK， 哦，所以这部分的话哈，哎，请各位先啊清楚的话呢，基本上哈、哦，这个也是写，所以我们大家来看一下我刚刚讲的格式化有没有 ？For I。哦 ，next， 然后 if 就这样写 ，sales 的 ID 的依然小于等于7哦，好不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条件，然后做什么？把底色换成黄色。那反之的话就清除，清除的话我是把它全部都清除了，因为不管，反正全部都恢复，哎，全部恢复，全部，哎，对，全部恢复了，有没有？所以底色全部都变成没有了，就一网打尽。甚至哦，你如果要恢复的话，你还可以怎么写？你可以不要这样写，你可以用什么？用 range 来写，有没有？如果你全部恢复的话，你可以用 range， 然后呢，跟他讲说整个全部范围，哪个范围呢？哎，就从 A2 哦，只要有那个数字的到 A 的43吧哈、哦，然后呢，它里面的底色，它其实就是这一串，就这一串，把它放到这里来。这个是一个回圈，一个一个慢慢恢复啊，这个是一个整个全部恢复，所以你会发现哦，相对的这个也会比较快，啪一下就 OK 了，哦，两种写法啊，请各位试试看哦，把刚刚总共有我们有6个按钮，那我刚刚主要是讲了前面的4个按钮的写法，哦啊，程式真的不多，请各位可以自行练习哈。哦，其实说真的，一定要除了会之外，哈，还要熟练。OK， 哦，所以想到的可以马上把它打出来。啊，另外的话呢，哈，除了就是熟练之外，而且还不要打错了。OK， 啊，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的话，哈，哎，以后真的工作上面呢，我剩下的只要你把 VBA 的程式写出来，哦，啊，当然相对的你的效率就会比别人好太多了哈，啊，其实以整个企业来看啊，整个企业跟企业之间也在竞争呐，所以啊，如果整个企业全部人都在这方面都效率非常高的话，那其实整体效率哈，竞争力应该也会相对的提升许多，尤其在这种资料处理，像你会发现现在企业跟企业竞争，很多时候也在比谁在处理资料的速度最快。OK， 所以其实这方面哦，倒也是，需要可以算做一点投资的哈。公司如果愿意投资，投资在人力，那自己的话当然就投资自己。如果你未来希望哦自己工作，能够更惬意一些些的话，也许可以多多了解这部分哦。